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外卖小哥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组织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唱歌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在话下。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一期被外卖耽误的歌手。唱歌最厉害的就要数这位美团小哥了，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音乐训练，一不小心就唱进了星光大道的月冠军、并进军年度总决赛。刚听我寒夜泪寒雪飙过，为着冷靠你我的生活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粉墨千影踪，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，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。美团小哥唱这么好，饿了么的小哥怎么能服呢？这不街头应战，现场演唱一曲还非常的好听。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我越过谎言去拥抱你，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当两个冤家撞上了会如何呢？这不，美团小哥正唱的起劲儿，饿了么就过来砸场子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实力真的不相上下呀。